众朋友你好，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古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再来讨论这个宗教的问题啊，特别是宗教冲突的问题。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犹太教、基督教和回教呢，在历史上乃至于一直到今天呢，彼此之间一直都有冲突，甚至有很多的战争发生。不过呢，这三个宗教不仅彼此都有渊源，而且呢都是一神教。那么究竟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多的冲突？那么一神教的问题到底在哪里？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师父你好。请教就好。是，师父，您上次有提到过，说事实上这个犹太教啦、基督教啦、回教啦，他们都是像信仰同样的一个神，只是不同的解释啊。那为什么他们彼此之间反而发生了最多的冲突？哦，可能我现在先重新再解释一下，这一神论、有神论和无神论，不再解释一下、说明一下。那所谓一神论呢，只有三个宗教，那就是一条线下来的，就是犹太教、基督教、回教。回教一般的人叫这叫伊斯兰教。那么这个同样的一个神，这是给他们不同的名字。而是同一个系统、同一个区域出来的、同一个地区出来的，以色列有这犹太教的发祥地，是还有呢，这个基督教基督圣的地方，还有回教，回教的这个穆罕默德的圣地，同一个地方发生。他们共同信仰的也是同样的一个神，就是耶和华。同样的一个神就是耶和华。为什么叫做一神呢？就是说，就是这个世界。相信这个世界是只有一个神创造的，创造以后他是要来管这个世界的，然后呢这世界的所有的一切将来是回归到这个神的，就是从神产生再回到神去，那神有权呢这个把它收回去，有权把它制造出来，那么这个就是神的权威性啊，就这样的建立，就是一神教。那么这个另外说就有神论呢，是有神论的意思就很蛮复杂了。印度算是个有神论的宗教。而且多神论呢、它有很多神，它不是的，它是一个神的多元化。在一个神有好多种面相，又叫做湿婆，又叫做大自在天，又叫做梵天啊，那这个又叫做毗卢奴，这很多的名字啊。那么这个名称，这是因它的功能，因它的这个作用，因它的这个发挥的力量不同而叫的不同名字。但是不是同一个神呢？是同一个神。那么这一个呢就是有神论了。另外一个多神论，就是我们中国的民间信仰就是多神论了啊，什么相信有个什么玉皇大帝的，还有相信土地公了、城隍爷了。其实中国的神呢，它是没有组织的，这是说水神、火神、风神、雷神，这各地区它是自己封自己为王，这就是当方土地、当方灵，每一个地方的神，每一个地方管每一个地方，那这样子的一个信仰啊，是中国人的一种多神信仰，也可以说民间信仰，也可以说许多的这个部落啊，都有这种多神论，多神的一种想法啊，一种思想。那佛教是无神论，佛教的无神论，共产党也是无神论。对，共产党的无神论就是不相信呢，除了物质以外有精神，所谓的精神就是神，就是神力，神啊、佛啊、仙啊、鬼啊，他们都不相信的。因为唯物论者不相信有这些东西，那这叫做唯物论，那这叫无神论。佛教不是的，对佛教的呢，佛教的无神论是这样子，是讲啊，不相信有一个主宰的最大的神、最后的神创造一切，也不相信世界上有哪一种神呢，能够主宰一切啊，统治一切的。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
但是佛教承认不承认呢？那些神呢？承认，啊、承认。佛教里面也有什么菩萨呀？对对，菩萨不是神，菩萨不是神，菩萨不是神。那释迦牟尼佛是不是神？释迦牟尼佛也不是神。哦，那神是什么呢？哎，神是在佛教来看呢、啊，这个众生分成呢有四个层次。嗯。有四个层次，叫十法界。十个层次，嗯。啊，十法界。嗯哼。那凡夫有六个层次，叫六凡法界。嗯。圣人有四个层次，叫四圣法界。嗯。那这个六凡法界里头啊，有六个层次，天，嗯，人，神，又叫做阿修罗。啊、哦，阿修罗是神。哎、嗯啊，阿修罗这个神呢，这是恶神。啊、哦。凶神。啊，还有呢，地狱、鬼，还有呢，就是一般的众生。嗯。除了此以外的所有的动物，那都叫做众生，或者是叫畜生。嗯。那么一共就是六道。那天和神之间又什么有一个人？哎、人和众生有什么不同？对，人就是生在人间。啊。生在人间有个人的身体。啊。那在地球上我们看得到的有人，那其他的天上的我们看不到，那就是神。啊，阿修罗也是看不到，他有这个力量，但是我们看不到，所以他们是神，我们是人。那鬼呢，我们也看不到，鬼是在人以下，不在天上。他们是就受苦受难的，嗯，没有天的福报，所以是呢叫做鬼。是，哎，那么地狱里边那是这更苦的，在受苦的众生。嗯，因此呢，这个在佛教里边呢，就还有说四种圣人呢。嗯，有佛、菩萨、罗汉、辟支佛，叫做圆觉。嗯，这个四种啊，是已经得解脱了的人。啊，已经得了解脱的人，那么佛教徒呢，去学习啊，是从人的立场来学习。这个学习不是神啊，学习圣人，学习圣人，对，学习如何的解脱，如何的解脱，怎么的解脱呢？要有慈悲，要有智慧，有慈悲，你就自己不生烦恼，从烦恼的解脱了。嗯，有智慧，自己就能够处理所有的事。有慈悲心，对所有的众生都是看得平等看待，因此呢，他就没有烦恼，这就得解脱。这个叫做啊。佛教的无神论，我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下一遍呢，我们再谈一神论的问题。是，谢谢师父开示。哇，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啊？今天才知道原来佛教是无神论，而且佛教的无神论是什么意思？相信透过师父的开示呢，你也了解了。那么稍等一会儿呢，继续跟我们分享佛法的智慧。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再回到大华谷节目。那么刚刚呢，师父详细的跟我们解释了什么叫一神论，什么是无神论，尤其是什么是佛教的无神论，还有什么是多神论。那么就觉得啊，的确好像是这个无神论佛教，无神论的佛教或者是多神论的宗教，好像发生战争啊冲突的比较少。那一神论的宗教呢，好像是冲突和战争比较多，为什么呢？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为什么佛教的立场啊，嗯，看所有一些宗教都觉得是自己人。嗯，这个啊，就是因为佛教啊是个因缘论的。还有呢，我在刚才讲到所以是十法界的众生，嗯，那都是众生，都是应该受到关怀的。嗯，那十法界里面就有天呢，还有那个阿修罗是神呢，嗯，甚至于有鬼啊，那这一些呢都应该被佛教所关怀的，而他们只是一个层次，他们可能有错误的地方。那既然是凡夫，我们应该怎么样包容他，应该关怀他们。
爱就是说没有敌人，慈悲没有敌人，我是强调站在这个立场啊，就是讲没有敌人，没有敌人就不会战争呢，不可能有战争的。是，但是呢，在这个一神教的立场来看呢、啊，他们非常的明确的，而且非常尖锐的，确定不是主内的，或者是不是啊，信神的，那就不得救。不通过神呢，这个来救济啊，人是自己是不能得救的，必须要通过神的救济。嗯，啊，神的救济怎么呢？你一定要信了他，信他，照着他的，照着他们的规矩，这个比如说旧约有个月子，新约有个月子，七月的月子，七月，这是神给众这个人呢、啊。一个约定，一个约定，要你怎么样，应该怎么样。神已经跟人的祖先呢、啊，已经约定了的，所以你必须要怎么。如果不受的话呢，那我们就不得救了。这个是因为圣经里面这样子讲的嘛。那这个还有这个回教也是这个样子啊。回教这是通过穆罕默德的这个传达这个。阿拉的讯息，正主阿拉的讯息，如果你没有尊重阿拉的意志，不照这个可兰经的这个方式去啊接收他们的礼仪，就是如何的进入他们这个宗这个回教，还有每天一定要怎么样子要祈祷，还有呢一生之中要去到这个什么圣地去朝圣，还有呢每年有个什么斋月，对，守斋，对，斋戒月，这个也是啊，就是阿拉真主跟人之间的那个等于又说一样，也是一个月，也是一个月，如果你不遵照这个月，那你就不得救啊。因此呢他们站在就是这个不同的立场啊，有不同的这个神呢、啊、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呢，跟人定的不同的约，那这个犹太教不承认基督教的约，基督教不承认回教的约，那因此呢，这个彼此的这个虽然都是信的同一个宗教的神，但是这个阶段不一样啊，阶段性的不一样，因此呢，就变成了这个反。旧约跟新约或者跟可兰经之间真的这个是有很大的差异，有差异啊。这个比如说基督教说这个基督降世以后叫做恩典时代，那基督降生以前叫做威权时代，这恩典时代是耶稣以后、那这个就不一样了嘛，就是认为犹太教是威权时代，威权时代的，但是现在犹太教跟基督教之间还好了、相处的还好了，现在问题是等于是宗教他们三代之间哈、犹太教是祖父、祖父的宗教、基督教呢是爸爸的宗教、这个回教伊斯兰教呢是孙子的宗教、现在孙子的宗教跟爷爷的宗教祖父的宗教啊发生了最激烈的冲突，这代沟这个代沟太深了嘛，那因此呢就冲突，就是不断的冲突。那么另外呢，回教自己教内啊，它有这个不同的呀、就是这个学派，基督教也出现了许多的派，是，那这个犹太教也有很多的派，不同的派那个创始人对于他们那个圣典的解释诠释，对神的意识的诠释是不一样的，因此呢就彼此互不承认了，就是两个派系这个就是不承认嘛，是就不承认你的意识对的，所以还是师父讲的这人惹出来的问题，对，就是人呢、人惹出来的问题，因此呢他们纠缠不清，永远认为自己是认知的是最正确的，这样子一来呢就是战争不已，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怜的事。
是，真是，谢谢师父开示。我们也知道师父刚刚提醒我们了，说佛教呢为什么与人无争，因为佛教都是关怀别人的，因为我们相信十法界的人都应该被关怀，那个十法界呢就包括了神天人啊等等，还有众生。那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发挥佛教徒慈悲的精神来关怀世人，发挥智慧来解决问题。更欢迎您稍等一会儿继续跟我们分享佛法的智慧。你好，欢迎再回到大法古节目。那么刚刚呢，师父详细的分析了一神论的三个宗教，也就是犹太教、基督教和回教之间彼此的关系以及产生冲突的原因啊。那么现在最严重呢，就是犹太教跟回教之间的冲突。那么师父把它解释成说，爷爷跟孙子辈之间因为代沟所产生的冲突。那么这样的冲突有没有办法解决呢？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我首先要讲，肯定这些宗教是非常有用的，是。分成三个段落的三个宗教，都是一神论，但是他们这个每一个宗教啊，都对他们的民族啊，这个有相当大的影响。嗯。不管是伦理的，嗯，文化的，这个影响非常的深远呐。那么他们这些民族啊，实际上当时的确是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所谓民间宗教，我相信是有民间宗教啊，拜偶像的宗教。那这些呢不健康。那一神教是比较健康的，一神教没有那么多的迷信啊，一神教是还是贴切做人的生活，人的道德，这个来呀，这个来着眼的。这个如果是只有一个教的话，的确是他们这个社会会很好。如果没有野心家来操纵啊，大家是非常好的。那问题是在野心家的操纵，政治那个政治的野心家，或者是宗教的野心家的操纵以后，那就产生麻烦，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说我讲，这个神没有问题，宗教也没有问题，这是人的问题。人怎么办呢？来诠释这个宗教，利用宗教，诠释宗教，利用宗教，特别是宗教跟政治结合在一起，那民族和宗教和政治全部搞混在一起了，混在一起的时候 那这个得到掌握到政治的人，权力的人，就是要利用宗教。那宗教呢，也希望从政治啊来给予啊，得到一点利益，给予什么？给予方便。那因此呢，就是就接在一起纠缠不清。你利用我，我利用你，这是人的问题。为什么天主教在中国时代以前呢，曾经也是那么腐化？对，黑暗时期哈。那也是因为这政教啊，这混在一起，政教合一。那现在的现在的这个犹太不是现在的这个回教啊，伊斯兰教啊，就是因为政治跟那缠在一起。那政治的领袖也是，可能就是宗教的领袖最后变成政治的领袖，或者是呢宗教的领袖来这个操纵政治领袖，或者政治的领袖利用宗教的领袖，这样子呢就是纠缠不清的，什么常常发生什么圣战啊，什么为了达成他们自己的这个少数人的利益，或者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或者是权势，那就是要发生战争。这个就是这一派跟那一派要打，这个国家也跟那个国家要打。这个问题啊，如何的解决它，这个需要有一些耐心，要让这个伊斯兰教的世界的
能够多接触一些这个西方社会的多元宗教的一种现代知识。社会多元宗教主要的现在是以美国为主的，美国当然还是以天主教或者基督教为他们主要的宗教。可是呢，美国的法律上是保障所有宗教是平等的。那基督教能够享受到的这个优待，那佛教是能够享受到的。佛教在美国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年轻的一个宗教，可是呢，基督教的能够得到的这个权益，我们佛教徒在那边也可以享受到，那这个是完全是平等的。那这个就是美国是这个一个多元的民族，多元的文化，也是多元的宗教。那这个到21世纪以后，我们这个地球就是个地球村的这个是一个环境应该是就是多元的，不可能所以任何由一个单独的独立的宗教来包办或是垄断所有的这个地球村的人呢，变成他同一个宗教。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在于那些激进派的或者是呢那些基本教义派的这个人士就希望全世界的人变成他们同一个宗教。对，那这个我想这是最大的问题的根源。那么这个呢需要我们大家需要努力，所以我们佛教徒希望跟所有的宗教能伸出友谊的手，跟他们做朋友，让他们感觉到我们可能是魔鬼的化身对他们来讲的话但是我们这个魔鬼还没得坏到那么程度啊我们还是想跟他做朋友的谢谢师父开示那么师父呢不仅详细的跟我们说明了这个一神论他们的问题，也说明了解决的方法。不过我想最好的方法还是佛法的慈悲跟智慧我们以前有一句俗语说超凡入圣今天透过师父的解释，我才知道原来我们人就是要超越那个六个凡夫界，然后要追寻那个四圣人间，这也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也欢迎您在下一次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